我觉得应该是 C 或 D。又是 F 啊，真的、啊，你今天要包所有的 F 伞，抽起来了，最后一个，真的越低脚越麻。大家好，我是宇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一样是来地下街，要来抽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的慧慧，对，是慧慧专属的一番赏。我们女主角是阿克雅，可是慧慧已经出了专属的一番赏。大家好像也比较喜欢慧慧跟何真的 CP， 你喜欢吗？我喜欢慧慧一个人。我喜欢慧慧一个。对，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今天只能抽七抽，原因是我户头没有钱。刚刚我刷信用卡遭拒，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只能七抽，我觉得可以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不够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一番赏有哪一些。A 赏的话就是慧慧模型，还有 B 赏也是模型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好可爱、哦。是叫做没胸部硬要露。那你是怎样？你对我们慧慧有什么意见？没有 ，C D E 都是色卡哦，这一种还蛮好看的，谢谢。好大张哦 ，F G 就是色卡跟吊饰，会不会超多？真的 ，A 上还有一个 ，B 上有一个，那都是我的。你知道我觉得你只有什么吗？只有什么？我这边这几个。好 ，OK， 还有这种卡旁边的这种就是要拿起来，来第一个 F F， 干屁啊屁！真的没有，给你们看哇。F， 我们讲什么不好了？输的人抽是小庆流，剪刀石头不，你抽小庆流哈，小庆，看屁，这有连在一起的，如果这是 B， 这个就是 A 了，没有，那是 E 跟 F， 干是 F， 不一定，我今天的预言是不是有点准？干E。F 太好惨了，为什么一直拍 F？ 为什么？又是 F 罩杯。今天我们就先拍到这里了，他等一下要去警察局一趟，我来抽好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三去房选两个，这一个，旁边这一个，我选这个，你选这个，叫罩杯。不。去哪里？你为人小，怎么会想？没有，你上次这个表现还不是烂透了？虚伞。哎呦，这个沾了一个头发，就觉得是他。我觉得你今天的运气四八四。最后一次，我们一样用小庆流，我就信他了。不，哎，你怎么每次都输啊？你太烂了吧！我们三去牌加在一起，两种方法。那你是不是还要对一下时间？52分再开始撕，是不是太多了吧？你就随便拿这一张，拿到剩一个为止。哎，那几个都留着。我觉得他最特别，他掉地上是翻过来的。对，小朋友不要赌。这是我，这张是左翼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就用它了。你把 A 赏丢进去了，好可惜哦，我本来可以抽到 A 赏的，没有。就跟你讲 ，A 赏已经被你丢进去了哈。我现在打电话回去，请先生帮我汇款哈。我们要抽到十抽。黑宇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没钱。抽一副两抽没钱，你们还不赶快看影片？这部影片记得喜欢点起来，让它变成1000。没有，我觉得它要转180度。还是这样？不是。好，各位记得订阅订起来，我们赶快抽50万订阅。我好像之前说要干嘛，忘记了。你要拍电脑的黑历史，还是家里开箱？忘记了。我忘记了，不然都可以提醒我一下。今天会不会抽奖？我现在还在想片尾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所以记得要看到最后。你知道刚刚店长跟我讲，蹲得越低，我跳得越高。那我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应该要蹲着抽？然后你真的抽到再飞起来好了。我干，不要突然站起来了。没有，这一尊站起来了。讲什么不？不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，这张它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 C 或 D。又是 F 啊，真的、啊！你今天要包所有的 F 伞，抽起来了。最后一个，真的越低脚越麻。各位观众有没有很少用这个视角看黑鱼？这三个，你选一个。我选了最左边那一个。对。好，那我选这个。剩下两次，赢的就抽他的那一个。剪刀石头不，二哎。这个。哎，运气都被你用掉了，他直接从 A 变 F 了啦。继续下。不行，我觉得再两抽，12抽必中一 A。没有，并没有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居上，很扯哎、欸，店长在偷笑哎、欸，他很开心，他很开心，因为我在帮忙扫货。这四张，我觉得这四张都没有，你放回去吧。好，左翼来，我觉得随便抓，随便抓是不是？好，这些都不要，再随便抓。好，剩最后两张，来，居上，哇哦，居居，下一个 F。开头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我今天会抽奖。我刚开头的时候说他一定只能抽到最后两个。
值。哎，这说的没错，就是矿就要钱，为什么不啊？我们可以凑食物啊。可是如果你前面没矿呢？鸡鸡，你的运气到头了。没有。F， 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很丑，很吵。江守部，你输，那你选一个，我抽你哪一个？啊，可是这边都只有 F 跟 G 啊，这张应该是 G 吧？F。哎。有点不冷静啊，没关系，这就跟抽卡一样，只是这些都是要给观众的。观众塔罗西，剪刀石头布，拜托你的左翼。这张看起来有点可怜，我要抽它。你抽到了，我就请我喝一杯星巴克。看来星巴克没有了。狙闪还有两抽，你拿。这三张在哪？我眯着眼，你洗给我。好啊。F 三，最后一抽，你拿，抽了一张，这样太特别了吧？再抽不同背面的，加手不？不，确定？我信你还是不要信我好了。去哪里？没有。你觉得我要不要再抽一抽？几抽了？20。那我觉得你把它补到25。可是你现在在撕什么？好，你要想想，再怎么样都不会比懒猫更糟的。G 还有三抽，不，我还有几张 G。你要跳一遍欧之舞。第一场，算进步了，从不及格变及格了。最后一抽了，再没有我真的不行了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抽过最多次。沮丧，不行，剩下部分回家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换到哪些。嗨，嗨，老板，这些全部都是 A。老板也太开心了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，他通常都是大概十抽以内会很开心的笑着结束这段影片。哇，他今天怎么了？我今天是25抽了。可能今天是我的回合吧。Ole no time， 该还的都要一次还清。我也是全还呢、欸。我现在惊讶到我忘记多少。这些都是给观众的礼物。血压都快飙高了。是业障。哇哇，好啦，那剩下就回家开箱吧。得到的可以说送你。当然，一共有25个一番赏，没有一个是 A 赏。我真的觉得很扯，这次抽的是慧慧的一番赏，人呢？慧慧在哪？好啦，那我们就从最低赏 G 赏开始猜好了。哇。这一次的吊饰材质一样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一种，这个是我这次抽到唯一一个有戴眼罩的慧慧，还蛮可爱的啦 ，Explosion 的感觉，对，哎嗨，哎不要喝我水，妹妹鸡掰，他说他也要看慧慧，他也想发射。哦，这个是那个哎，慧慧害羞的把巧克力拿给你的样子，仔细看有看到巧克力吗？在手上，粉红色那一个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再来是这个达克尼斯，这应该是装性感的达克尼斯，一点都不性感。哦，这个盒针有点不像盒针，我觉得有点怪，感觉有还原，但是好像哪里怪怪的。鲍西做的慧慧，一般的慧慧。然后再来这个是慧慧那个他的朋友，我忘记叫什么了，胸部很大那一个，俏皮的慧慧。哎，对，让我去眨眼。好了，这些会全部送给观众，各位要看到最后哦。再来是 F 赏色卡，色卡我觉得好一点点。哎，哦，不是色卡哦。这声音好好听。哎呦，这不是色卡哎。哦，我觉得这透明卡片有值哎，而且这个慧慧有点不像慧慧，他也太帅了吧。还蛮可爱的，再来看第二个，我先猜一猜，都猜一猜好了。那你俩重复，阿克亚使用影分身，很吵。慧慧只用影分身之术，人类的 explosion， 而且我没有抽到达克尼斯哎。对啊，重复也他妈太高了吧！哇靠，这个慧慧哎呦，另外一种有点帅哦。阿克亚感觉就有声音，你知道？啊，何真真的太真心了。我觉得这一次的这种透明卡片收藏度其实蛮高的。再来的话我就不猜了。一想我们终于抽到达克尼斯了。其实我蛮喜欢达克尼斯的。他那边很大吗？对，再来，这是最主要的，我们的慧慧动作都一样，有点小可惜。这个其实蛮帅的，值得就是贴在房间的算海报吧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一番赏的开箱，我们会抽出6个透明卡片。
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吊饰抽出去，12个吊饰全部送给大家。怎么抽呢？一样很简单，各位在下方留言说你最喜欢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的哪一个角色，然后以及留下你们的 mail， 然后并且按喜欢，然后分享、订阅都要做到，我们都会检查说你有没有按喜欢跟那个订阅。OK， 好，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电影片的话，欢迎下方订阅以及喜欢。那继续去这方咖啡，按照分享追踪出来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